陛下夜半惊醒，南妹急召程若愚，腹中侍寝。臣觉得这样的陛下最是好看。丢脸了！你们要将朕的执剑人怎么样？我一个小小的侍卫，竟然能让陛下孤身涉险。曾经的你，臣不认识，但现在的你在臣心目中是个好人。只要是为陛下做的事，永远都不会是傻事。陛下，您笑什么？跟你在一起开心，开心所以笑。朕确实心悦于你了。陛下，有您真好。我终于可以在一起了。